Streets alive with neon lights, a thousand stories fill the night. We're lost in the serpent maze, where dreams are made and hearts ablaze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小书童。刚才的这段音乐不知道有没有惊艳到你，这是使用 Sano 创作的一首英文歌曲，真的很好听，关键是创作它我只用了三分钟。下面介绍如何使用 Sano 来制作。我们打开官方网站，点击左下方的 Sign Up 进行登录或者注册。目前官方支持三种方式，分别为 Discord、 Google Mail 和 Outlook， 可以选择任一种方式进行注册或登录。这里我就使用 Google 账号，点击弹窗中的 Sign In 直接登录。默认情况下是免费账户，系统每天赠送50个 credits， 普通歌曲需要消耗5个 credits， 自定义生成会消耗10个 credits。 付费会员分为8美元和24美元每月，有需要的可以购买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创作自己的音乐了，点击左上方的 Create， 打开 Custom Mode， 也就是自定义模式。当然你也可以不用打开，直接选择下方的 Create 进行随机创作。自定义部分主要包括了几个部分，分别是 Lyrics 歌词、 Style of Music 音乐风格、 Title 曲名和模型版本选择。作为一名音乐门外汉，歌词、风格和曲名就都直接交给 Sano 随机产生吧，模型版本选择最新的 V3 版本。很快 Sano 就生成了二首歌曲，点击可以直接试听。如果感觉歌曲不错的话，可以分享链接给你的朋友们，或者直接下载保存，点击歌曲右侧的三个点，选择 Download， 然后选择 Audio 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最后欣赏下完整版的 City Nights， 我们下期见。